狗能吃板栗吗？汪志祥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专科医生。建议不要给狗吃栗子，宠物狗的身体结构与人完全不一样，对食物的要求、营养需求也与人类不一样。人类适合吃的东西不见得就适合宠物吃。从安全科学的角度出发，最好还是不要给狗狗随便吃板栗，而且那是坚果类食物也不要随便给它吃。狗狗的口腔状态独特，首先这一点就不太适合吃板栗。此外，狗狗吃板栗容易呛到器官，吃多了也容易引起便秘，这对狗狗的健康极为不利。坚果可导致虚脱、肌肉痉挛及瘫痪，其他坚果对狗狗来说也不好。坚果里有很高的磷含量，有可能导致肾结石，应尽量避免。狗狗日常是吃狗粮的，吃多了如板栗类的零食会影响正常，出现挑食的现象，狗狗也会非常的容易变得消瘦。板栗不利于消化，吃多了还容易引发肥胖、腹泻的问题。狗狗吃板栗吃多了容易放屁。